赛呢，他的搭档就是克劳克。来看陈若琳，好的，非常完美的一个动作。都会关心，如果郭晶晶不再在中国跳水队的话，那么谁会是中国队的？大家都忽略了一个人，就是陈若琳，因为陈。漂亮。五号裁判虽然给了9.5，但是被当做。